白雪贝儿，我豆豆男让你们给我做的冰块做好了吗？豆豆男大王，我贝儿呀已经把小鸭子冰块给你做好了。豆豆男大王，我白雪也把冰块给你做好了。好好好，那你们两个开始来脱模吧，谁能脱模成功，我豆豆男就放了那一个公主，谁如果脱模不成功，你们就留在这里做我的压寨夫人吧。哼，我贝儿可是高贵的公主，怎么能留在这里给这个豆豆男当压寨夫人呢？所以我贝儿的这个冰块一定要脱模成功，大家一定要支持我贝儿。我白雪也不想留在这里，伙伴们也要支持我。好啦，我贝儿呀现在就要来脱模喽。啊，我的天哪，我怎么脱模失败了，这是啥呀？太好了，到我白雪来脱模啦。哼，伙伴们，我可警告你们，你们呀没帮我脱模成功，也不能帮助那个臭白雪。不，伙伴们别听贝儿的，你们一定要支持我呀，我现在也来脱模喽。咔咔，太好了，我白雪脱模成功喽。那好，贝儿你就给我当压寨夫人吧。哼，伙伴们，我黑你们，谁让你们只支持白雪不支持我贝儿，气